持群是老鼠会的概念，主持群就是上线拉下线的概念。然后我这样拉进来，我是大头，我就很上去。我现在是最上面，我是蓝钻。对，然后往下，像以轩他们就是红钻。我那个楼楼，红钻，红钻，红钻有五个。我会加油努力拉下线的，拉下线。然后我抽成会抽最多。没问题。啊，开心啊，滑到雪了。雪学校，别想太多了，我们没有钱，我们斤斤计较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今天呢是壮壮跟慈妹在这边，我要问一下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是我们主持群吗？不是，我们是哦，不是，因为你知道，现在我们有非常多的支线，那十一个人里面。我只认识，我只知道有五个人，所以有可能随时就加入。你然后接入完之后，上面的头像又变成了两个。了解，对，一个老鼠。那你有来过我们节目吗？有来过节目，有没有来过吗？有来过，有来过，所以老面孔，老面孔。主持群是老鼠会的概念，主持群就是上线拉下线的概念。然后我这样拉进来，我是大头，我就很上去。我现在是最上面，我是蓝钻。对，然后往下，像以轩他们就是。是红钻，我那个楼楼，红钻，红钻，红钻有五个，我会加油努力拉下线的，拉下线，然后我抽成会抽最多，没问题，我要多少？大概是这个概念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反正今天呢，就是来到了台南。哎，其实我们印象之前有做过就是滑雪单元，我没有哎，真的假的？这是我本人第一次摸到这个叫 snowball 是不是？对，对呀，你没滑过雪吗？我有滑过雪，我以前是滑 ski， 但我知道你们三位都有滑过，对，我们都是滑 snowball。你们今天是以学姐的姿态来教我的。你不是有滑过 ski？ 哦，对啊，可不一样啊，你们差蛮多的。台北的学校就是有上过，就是滑雪。对，然后他们是有一台这个机器。但今天呢，我们为什么要来台南呢？因为我很怕下缆车嘛。哦，对对对。然后台南竟然有缆车，我天哪！对，因为下缆车是一个基本功，而且每个人其实都必经。对，下缆车是你绝对会经过的事情，因为你就是要到上面，你就是要坐缆车嘛。对，那你要自己走的话，你也可以说这辈子都不学缆车也没有关系，一个人走完，人家就滑完了，也可以。可是我觉得缆车就是很可怕，而且各地世界各地的缆车的那个高度还有速度又不一样，对，像韩国，我去，因为我刚好滑过韩国跟日本，去日本的时候就很快乐很舒服，你可以有点踉跄的时候，日本人还很有礼貌会帮你缆车站住。对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韩国速度之快像给抛出去的人惊炸啦，对对对。然后教练说，美国的话那个缆车会有高度，因为日本你是脚是碰得到，你可以直接下去。可美国就是会有个距离，然后你还要自己跳，然后再滑下去。真的，好可怕！我缆车没有过关过，哎，我也是，几乎没有过关过。但是我回来之后就问了一些吴一佩啊，或者谁，就是那种滑雪比较资深的，他们也跟我说他们缆车也下不了，所以我心里就很安慰。至少有人陪你，就觉得说缆车这一关真的蛮难，真的蛮难。在这边好好学一下。我今天呢，你们就去玩啊，我就自己在缆车上面坐到高铁来，有没有？我就直接去搭高铁，完全不下缆车，完全不下，完全不下。那要验收吗？要啦。